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是 Mark 是泰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今天是工作时间等一下要去跑一个外景但是趁着现在短暂的休息时间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护肤心得我其实跟很多男生一样不太喜欢太过于复杂的保养步骤也不喜欢在身上擦一些黏黏腻腻的保养品呀之类的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性质有时候要跑外景然后会遇到一些风吹日晒雨淋这样的一些状况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然后每天在演播厅也会被各种灯光烤到狂冒油所以说我自己再加上很常熬夜上网打游戏我的皮肤之前状况真的非常糟糕我想不仅是我啦我身边的朋友同事包括一些泰国著名的男明星和男模特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然后这时候我们私下就会聊天啊然后会分享一些自己的护肤小心得我们就发现很多皮肤很好的男明星都在用一个产品然后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产品我自己也用了大概3个多月吧到现在为止然后整个皮肤状况也是变得比之前好太多了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人气护肤食品呢当然就是我手中的这一罐当当 La Vida 反了没对就是它我想很多的人都认识它而且很多人都是它的忠实的顾客当然然后我自己吃了大概3个月多的时间吧我也发现我整个的皮肤状况比之前实在好的太多了所以呢就决定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这些品牌啊我觉得吃进嘴里的护肤品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个字那就是安全对我自己在去买之前就上网查过 La Vida 的一些资料然后发现他家的所有现有的3款产品都是经过泰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质量认证那么也是绝对的安全正规的产品很多的男明星啊现在都在吃这个品牌嘛自从 La Vida 进入东南亚市场尤其是在泰国本地了都深受泰国很多男明星和男模特的厚爱然后我听说现在 La Vida 好像在全泰国的药妆品店叫做 Eve and Boy 都有在卖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品牌啊懂英文的朋友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它有明确的这个产品的成分的标注比如说有什么深海鱼萃取物啊包括葡萄籽精华什么的都是一些天然成分所以就不会给人体带来太多的负担包括这些天然的萃取物都会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然后整个皮肤状况当然就跟我所讲的一样之前真的是我皮肤是2个颜色被晒的然后现在整个就恢复得很健康我都没有再擦什么其他东西的接下来当然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La Vida 现在有的3款产品每一款的作用和功效到底是什么那么首先我们从第一瓶就是蓝色这瓶开始好了这瓶是我首先最先开始吃的一瓶叫做 Cola Complex 中文名叫做复合胶原蛋白片它是现在 La Vida 最经典也是最热卖的一款产品同时呢这个产品号称它可以帮助大家的皮肤回复年轻的一些自然有光泽的状态而且呢它适用于任何的肤质包括是油性肌肤呀干性肌肤或者是像我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混合性肌肤都可以用每天只要睡前服用一片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状况就变好很多那么像我除了有皮肤问题啊之前还有选择困难症其实呢只要跑到 Eve and Boys 的店里然后看到 La Vida 的产品只要第一时间把这瓶拿下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差错因为它实在是太经典的配方而且是热卖产品点赞像我吃了小蓝瓶发现效果非常好之后我就接着去买了剩下的2瓶那么包括像这瓶粉红色的叫做 Gluta Complex主要作用就是美白 Gluta 在这里是谷氨酸的意思然后谷氨酸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很多人都会说哎，男生哪需要美白啊其实我跟你讲 No 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我跟你讲哦，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现在紫外线或是光照都很强然后我们的皮肤很容易累积一些黑色素的沉淀然后长期下来呢很多男生的皮肤就是变成没有光泽或是肤色不均这样看起来整个人气色不是很好
这款产品其实在泰国卖得非常好，因为很多泰国人想要变白，尤其是男模特。我私下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他们其实平时工作有时候需要脱衣服嘛，秀大块的肌肉，秀腹肌什么的，所以他们就会用这款产品来增加自己的皮肤的亮度和光泽度。最后一瓶深红色的 Aster Complex， 中名叫做天然抗氧化抗衰老胶囊。这罐的成分我其实看了一下，了不得，它有北欧进口的海藻萃取物，还有虾青素和葡萄籽精华。这一罐呢，其实大家想要知道的朋友其实可以去百度或 Google 一下，你就会发现说虾青素其实是去痘痘的最快速和最有效的方法。而像这一瓶，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为我们的人体的细胞补充一些天然的抗氧化剂，所以说不管是想要抗衰老的有了年纪的大叔，还是想要保鲜的小鲜肉，都可以用这一罐。是的，这三瓶就是我现在每天都在服用的保健品。那么我想男生其实要的不多嘛，就是一个健康清爽的皮肤。既然 LaVita 可以帮助我解决那么多的皮肤问题，我想它也可以帮助到你。所以说最后也祝大家越来越迷人，越来越帅。 Have a good day, bros. Bye.